迎接华人电影最大盛会，未来电影台特选多部金马巨片，邀您共享完美金马奔腾夜。阿进，如果你选择离开，那你更确知你为什么回来。想哭的时候就到你，但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。翻滚吧，阿信。一个见证香港经济兴衰的妓女，我是做鸡的，安妮加20块，老公加30块。金鸡关进动物收容所里的流浪狗，如果无人认养，那他们的生命就只有短暂的12天、12夜。人生的擂台，只要生命尚未终结，就一定要拼斗下去。你行得上同步一步，就输得上阵。激战，怕是老鸟警官。配上冲动菜鸟女警，小三娘子的秘密。林依晨、苏有朋，甜蜜杀机。11月每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《金马奔腾夜》。